今天呈现的开场大秀还是非常的轻松的，但毕竟是总决赛，不知道三位的心情是否如开场大秀一般轻松。我们也请三个队长简单和大家来聊一聊。首先是要问到吴建豪队长，因为我们的无暇联盟已经不止一次站在总决赛的舞台了，那这一季再次登上总决赛，队长心情有什么不一样吗？感觉怎么样？非常的兴奋，开心，然后期待，然后我觉得这就是街舞第六季，是有史以来我感受到看到很多大家的用心，很大的努力，然后很感动，所以就是在这里要谢谢所有每个人支持街舞这个热情，然后谢谢所有的 dancer， 我非常期待看你们的表现。谢谢。那朴宰范队长，两位队员杀进总决赛，我们也听一听朴宰范队长对于自己队员此次总决赛的表现有怎样的信心。I think my team is doing really well. J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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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und real ones. Woo! You know, we got Deacons and Negin in the finals. I'm glad that we have two great dancers in the finals, and I look forward to seeing what they have prepared. 我们的队伍一路走来表现都非常的好，真正典范。我们有 Deacons 和 Negin 进入了最后的总决赛，他们都是非常厉害的舞者，我也非常期待他们在总决赛的表现。